2020是全球充满挑战的一年。随着科技齿轮的转动，后疫情时代下的转型，再次改写竞争力的规则，翻转我们对于数位人才的想法。如何拥有数位力基因，加速成长效能，跟上数位趋势？想了解人才技能、企业端的思维，具备未来成就。现在展开新时代革命时刻的来临，为你开拓数位新蓝海，解密企业关键能力。三大经典主轴，八位企业先锋。一场趋势对谈。2021年抢先展开你的数位力，获得制胜关键。1月14等你来参与。未来人才决战数位力，1月14号邀你一同参与。